来，我首先感谢你啊！我说，我今天我跟林长讲，他可能是我认识这辈子啊，认识最多人的人，对，每个都认识。表示我们林长的服务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啊。然后林长这个平常在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积极在跑，所以要谢谢您啊，也感谢您，那也感谢我们三位两位议员跟议员候选人黄子哲，还有我们在座各位志工朋友。我们737夜市的许多的这些同仁，抱歉今天晚上打扰大家做生意，也真的不好意思，非常感谢。那么感谢我们各位媒体的朋友哈，那谢谢大家，也拜托大家剩最后十天，恳请大家发挥各位的影响力，哦，赶到 U 票哈，我想我们一定可以这个顺利的成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